悬疑问答，生活中的问题、烦恼、奇怪的梦境、风水，均可在此得到回答。请收听卢军红台长的悬疑问答节目。好，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回到我们澳洲东方华语电台。今天是2017年啊1月15号，农历呢12月18。好，下面开始解答大家的问题。喂，你好。喂，师傅你好。你好，感恩师傅。师傅，跟您分享一下，那天你不是让我把那个白活佛放在床边睡觉嘛？当天晚上吼，就梦见一个古装女子对着镜子变成斗战胜佛，然后八戒菩萨将斗战胜佛的衣物和东西交给斗战胜佛时，恭敬称斗战胜佛，但是斗战胜佛突然打了八戒菩萨的耳朵，说是斗战胜王佛。然后同修看了就跟师父法身说，哦，原来那个女子就是斗战胜佛的化身，然后就醒来了。这就说明你跟斗战胜佛有点缘分呐。因为那天晚上就做了很多西游记的梦。这是其中一个比较清楚的。还有呢，然后很感恩师父您慈悲，一直给我们机会改过。然后还有一个同修吼，在法会之前他梦见师父开光法务时，菩萨会灌注大约30到48仙的能量到开光法务，其余的能量师父需要使用自身的能量加持过去法务。然后师父在梦里说，有些开光像是会有灵性的，他需要先用菩萨加持下来的能量净化先，过程会很累。请问师父，一般怎样的物品比较容易惹灵性？佛友一般应该如何如理如法保管与珍惜法会上结缘的物品呢？你这个呢是讲了一句，替师父讲了一句话了，就是实际上呢师父给大家开光的时候呢是请菩萨在开光，不是我开光，明白了吗？但是师父您也是需要先注入能量，过后还要请菩萨再来净化所有的开光物品，师父也是会很累。那当然了，否则要我开光干嘛，明白了吗？所以有些时候有些事情菩萨慢慢慢慢的把一点点一滴滴的告诉你们，让你们知道学佛不容易，让你们知道做菩萨更不容易，明白了吗？都要付出的，不付出你能修好心啊？是的，所以大家要很珍惜我们这个法会，这么殊胜的法会，师父这么辛苦。所以法会菩萨来的很多。是的，嗯，而且我们每一次去了法会回来，很多时候真的得到很大的加持，解决了家里很多问题。每个佛友都有这样的经历。对呀，这就是告诉大家了，要加持的。师父法会上请多少菩萨下来加持你们呢？明白了吗？是的，而且求得特别灵。我们如果当天在法会当天，真心实意忏悔。通常都会有梦境，或者是问题跟麻烦都会改善变好。对，真的是这样。所以很感恩师父，很感恩观世音菩萨，还有龙天的护法。比如说很多师兄他从法会结缘的东方台观世音菩萨像，然后他家里的气场和风水都会改善。还有一位同修，他过去经常发噩梦，自从供了观世音菩萨像后梦境都好转了，然后也可以经常梦见师父法身在法会说法，然后还有很多这些法会的物品都是救命的法宝，希望大家能够善用跟结缘给更需要的佛友们。
珍惜这些得来不易的法宝。对啊，实际上有些真的是法宝，有些法宝必须要有点功德的，否则没有一点点功德的话，这个法宝的能量就不足。你们很多事情不懂的，明白了吗？你看很多东西啊，给人家不当回事的，你送给人家把你当广告一样的，明白了吗？啊，明白。啊，要有能量。这些都是救命的。对啊，还有点功德在里边的，因为你也等于布施出一点点功德，实际上这叫双回向嘛，明白了吗？啊，就是双向回向，好了。所以我们要好好努力，感恩师父的开示。师父哈，那天我们听那个白话佛法，您有提到，就是很一个比较殊胜的白话佛法，您有讲到，宝藏佛受记观世音菩萨以后会是功德三王如来，就是当阿弥陀佛入灭后，西方极乐世界改名为一切珍宝所成就。弟子听了简直是太赞叹这个大悲功德力，观世音菩萨妈妈的术士大悲愿力，让我们这些佛子都能学习如何闻思修佛法，如何进入那个三摩地，请师父为我们开示一下，如何方能修入三摩地呢？你是谁啊？你怎么知道啊？我给法师开示的，你怎么知道啊？这个您星期四的白话佛法广播已经讲了，我们都在听。星期四我没说过白话佛法啊。有。星期四啊。啊。哦，那就只有十几分钟了是吧？就短短，哦，所以我们听的，就听的那么一点点，哦，师父小小开示两句。我以为呢，我想我礼拜五给法师个别开示的，我想佛经，这佛经很深的，不是一般人能听得懂的，对，但是很殊胜啊，这个真的是会震撼人心，因为大家都想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但是原来我们修到最后，其实跟着观世音菩萨，最后也是直接直达那个西方极乐世界净土，可以这么说吗？我问你，西方极乐净土里边有哪三尊佛啦？哦，阿弥陀佛、大势至菩萨，还有观世音菩萨。有没有观世音菩萨啦？有。那你现在修到西方极乐世界，是不是也是到观世音菩萨那里啦？是的，是的。有什么差别啦？没有差别，只是迟早，是不是只有迟早的问题？明白了吗？因为你现在的根基太浅，我没办法跟你，没有办法跟你如实说法，直到等到你境界很高了，我才跟你说了，明白吗？好，我会努力，我会再努力。哎呀，上次我是，上次是不是一时兴起讲了点佛法啊？就是我们的佛的经典给大家听听，没想到，你不说我们不知道啊。实际上你们居然还听得懂，那就不错了。因为三摩地师父只有讲一句，就是开悟。三摩地就是人的悟性和境界，修到内心本性世界就是三摩地，听得懂了不啦？听得懂了，半懂啊，似懂非不懂啊。好了。好的。好吧，这个要等师父。不是等师父，要等你们境界高了，修的时间好了长了啊，我才能讲这些，现在听不懂了。好，像我们再努力，好好努力了。好的。师父，然后下一个问题哈，同修问哈，如果用嘴巴解释，身边的亲人和朋友还是不相信，那么我们身为心灵法门的弟子们，是不是更应该要以身作则，用自己的行为去证明我们学习的是正法，他们看到了我们的改变是越来越好的，也会渐渐相信师父心灵法门，同修要用自己的言行举止去证明，这其实就是对身边不相信心灵法门的
亲人朋友最好的解释。师父这样理解对吗？对呀、啊，实际上我觉得这个言传身教啊，当你言传不了的时候，你就身体要力行，要身体要教育人家。其实有时候不讲话比讲话还要有力量，听不懂啊？你有时候不讲话了，人家更怕你。你有时候呱呱呱呱呱呱，人家一点都不怕你，对不对啊？对。讲了不一定听得进去的，因为你过去讲的太多了，所以你不管现在讲的对的，人家也不听了。我经常讲的，讲过头了，很多人吹牛吹了过头了，结果就是你讲真话，人家都不相信了，明白了吗？明白了。好了。师父，您讲每一句话都会讲到我的毛病。你的毛病，全世界人都有这毛病。开心了，人家跟你都一样毛病，因为你们是人，人才有毛病。听得懂了吗？听得懂。所以我们要好好改。所以。然后。所以自己迷了，迷惑了，你就是众生了。你开悟了，你就是佛了，对不对啊？对。感恩师父的开示。然后师父说过，爱上什么东西就会被什么绑住，陷入某一个境界里，被自己的环境绑住。我们要有定力，不要被物质迷惑，对什么东西都不着迷，不执着，什么都无所谓。请问师父，这样是否比较容易修出离呢？是啊，修出离啊，是啊，不要被他绑住，就是放下，没有一件事情可以拿得住你，你就是解脱。你现在心中要经常想，没有一件事情我是贪着的，那你就成功了呀，对不对啊？对。你说你现在身上总是要想的呀，我哪件事情好了我就好了。你在想这件事情，你就被他绑住了呀，明白了吗？是。不要迷进去。哦，师父，一般人会上当受骗，往往是不是因为心中有一点贪所致？不是一点，两点，有两点贪所致。上当受骗的人全部因为贪，明白了吗？是的。好啦。嗯，还不挂、啊、还要讲。还有，当一个人知道自己时日不多时，他应该怎么许大愿，方能感动天地？如何做到愿力真心要实，让佛菩萨慈悲给他机会重新做人，可以延寿？这个问题本来就是一个伪命题啊。什么题目啊？一个人要知道自己要死快了才许什么愿能够活下来，你应该还没有知道自己死的之前你就应该许大愿，你就不会死了，听不懂啊？师父能开教一点点。哎呦，还没听懂哦。就是说这个人平时要修，你到时候就不会死了。你平时不修，等到身体不好了，医生说你还能活三个月了，你现在问我许什么大的愿我才能留下来还能活得长一点啊？你这个题目本身就是有问题的，听不懂啊？听得懂。你应该问，就是说用什么方法能够使自己的生命更加的延续，对不对啊？而不是说已经知道生命要终结了才许愿，让自己的生命在延续，这是两个概念，听不懂啊？对不起，幸好师父有教导。师父，这样如果是他想延续他的生命，让他有机会现身说法，广做功德，这样他的愿力要如何许才是如理如法？好嘞，这种题目都 broken 的，语句不通顺，意不达词，然后呢，
稀里糊涂的问题。你现在就是跟他说，许愿从心里来，自己能做多少就做多少，去教化众生，去帮助众生，去度化众生，去用自己的实力去感化众生。听不懂啊？这个都是愿力，还不明白啊？是的，明白了。感恩师父慈悲开示，太感恩您了。嗯。哦，师父，下一个问题：由于每一个人业障不一样，导致一个人的气场时好时坏。气场不好的人想改善气场，除了通过吃素、念经、许愿、放生以外，还有其他方法让自身气场变好吗？通常我们现在晒太阳，佛哦晒太阳，看菩萨。念大悲咒，泡脚，全部都会增加正能量的。听师父的讲课，有时候比晒太阳还管用的。心里一明白，身上就产生一种超人的能量，明白了吗？嗯嗯嗯，这是真的。那天就是读那一个师父讲的那个宝藏佛受记的时候，就会全身发麻。嗯，记住就好了，明白了吗？嗯，真是不一样。啊，跟着师父要好好修宝藏佛了。佛很多，看你接受不接受，对不对啊？很多人一辈子住在庙边上，他都不知道去磕磕头的，明白了吗？师父在身边他都不知道拜师的，人家学了很多了他都学不好，明白了吗？太可惜。要珍惜，因为白货佛法其实是师父从大经文翻译过来的，所以我们在读白货佛法的时候其实就好像在读大经一样，原理是一样的，对吧？对的。哦，难怪有这么大的能量。我们念经念小房子都是在念十小咒，但是白货佛法其实我们就是现在讲的，其实我们都是在读大佛教的那些大经文，因为都是师父呕心沥血找就是翻译过来。因为师父真的可能很多人不知道，师父是一分一秒都在翻译这一些经文，方便我们这些众生去读去理解。我看你很有智慧，实际上师父这个是另一种妙法在翻译，一个是把过去的经文翻译过来，基摩罗什他是这样的，师父等于把里边的意思翻译成你们听得懂的意思跟你们讲，你就是看的基摩罗什翻的那个经文的话，因为很多人文学水平有限，他还是听不懂看不懂啊，明白了吗？明白啊，是这个概念，完全看不懂啊，完全看不懂嘛。所以师父现在我讲白话佛法你听得懂了不啦？听得懂，而且师父还很慈悲，为大家一直举例子想例子，这些也是费尽师父的心思跟时间跟哎呦好嘞好嘞，真的。所以大家一定要珍惜这个白话佛法，感动的话少说，多救人，知道师父最喜欢什么，喜欢救人你就多帮着师父救人，明白了吗？是的。好啦，好的，感恩观世菩萨，感恩师父您慈悲，您好好保重身体，再见。我们会好好好好修，感恩师父，再见，拜拜，再见，再见。喂，你好。喂。哎，师傅好，师傅稍等，师傅。哎，师傅好，弟子给恩师台长请安，师傅。哎，师傅好啊，师傅，今天有几个问题想请教师傅。是这样的，师傅，有一位您的弟子啊，就是他在为众生而求啊，观世音菩萨来了，观世音菩萨问这位同修，你为何为众生而求啊？这位弟子答：其一，尊佛陀主，为众生而求，不为一己私利
求一己自利求，其二心佛合一即为佛。观世音菩萨意识说，求者应者行者受者，弟子不明白，问观世音菩萨这是何意啊？观世音菩萨笑而不语。接着弟子求，请求观世音菩萨，这位弟子说，大家现在都知道今年的新加坡法会无比殊胜，可是有些佛友因为机缘或其他原因不能参加新加坡法会，或者已有安排去助缘师父的其他法会，因此产生了烦恼，是否请观世音菩萨出面，请更多的佛菩萨护法来助缘师父的每一场法会，加持诸位佛友，帮助大家多消业开智慧。观世音菩萨十分慈悲开示，开示如下：为师承诺大家，以后你台长师父法会将有108尊佛、72位菩萨来助缘加持，只要大家能珍惜因缘，好好度人。但是也请大家注意，虽然参加法会的功德很大，但是在法会期间有业障也会报得厉害，菩萨来的越多，对大家的要求也会更加严格。第二，请大家严守口业，法会期间的考验也是非常多。弟子问菩萨，您说的这种考验是指的什么？观世音菩萨回答，什么都有可能，有可能小到你们不以为意的情况都会是菩萨对你们的考验。第三，在法会期间，你师父开示前，请大家为自己念诵21遍心经，这是算在功课以外的，让自己能静下心去听师父的开示，这些开示字字真言会印入大家的80天。弟子接着问菩萨，那么念心经之前的祈求词能不能这样说，恳请南无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保佑我某某开智慧，静下心听师父开示，让师父的开示进入80天，帮助我更好的学佛修心。观世音菩萨答，正是如此，这一点非常重要，请大家切记。因为事关重大，弟子再次跟观世音菩萨确认，是不是台长师父以后的每一场法会都有108尊佛、72位菩萨来助缘。观世音菩萨开示，为师从不打妄语，你可以先请师父确认后再分享给众佛友，为师知道你说的情况，我们很多佛友因为听说新加坡法会殊胜又去不了，天天都在哭，在佛台跟为师求，跟为师讲，为师不忍心呀。你们要知道，你们所做的天上的菩萨看得到，你们所想的天上的菩萨也都知道。为师希望大家坚强，不要哭，好好的修，好好的救人，师父会请这么多的大菩萨来助缘法会加持大家的。你师父的法会场场殊胜，大家不要去比，也不要心里难过，没关系的，为师会保佑你们。你台长师父也是天天在和为师忏悔，他还认为自己做的不够，有些佛友在佛台前哭，你师父也听见了，他希望大家不要难过。这么多的佛菩萨助缘不仅仅是我的邀请，他们也是非常乐于此事，为师只有一个要求，请大家多救人，以佛心去救人，是以因果教化教育大家，要多慈悲别人呀，很多人还活得很痛苦，请大家再耐心一些，慈悲一些，帮帮他们。师父，我分数讲完了。你现在知道这观世音菩萨的慈悲了吗？哎呀，知道了！108尊佛啊，108尊佛啊！观音菩萨说78尊菩萨是吧？啊，菩萨，他108尊佛和72位菩萨，72位菩萨啊！所以我就跟你讲了，天上每一次师父开法会，我跟你们讲，你们有的人还不相信。我跟你说，到处都是菩萨，所以有的人在法会上还要嘴巴乱讲，串房间，跑来跑去乱讲话，好了，马上就倒霉了。我记得有一次在什么地方想不起来了，就是两个人还谈恋爱过来，结果还搞什么东西，好了，那个女的结果一下子惩罚了，一下子出大事了，简直整个人就一下子就不行了。所以我就跟你们讲了，越是灵的法门，他惩罚也是很厉害的，明白了吗？是的，求的灵，你做错了惩罚也快啊。对呀，啊对呀、啊。
所以做人学佛做事千万不能过分，很多事情不能过分，很多事情要懂得怎么样能够真正的能够让自己变得像佛一样的如理如法，在人间好好的度众。所以学观世音菩萨慈悲，所以观世音菩萨最近，因为最近我们现在这个天时啊跟人啊，都是大开普渡了，现在就是普渡众生的时候了。啊，是，所以你看最近好多啊，菩萨最近就都来，因为菩萨也是知道这个气场现在是这个法门最重要的渡人的时候了，所以希望大家赶快登上法船嘛，就这个道理，离苦得乐嘛。哦，明白了吗？明白明白。师傅啊，我就问你们几个问题啊。师傅，你看他这个弟子为众生而求的时候，菩萨开示说：求者、应者、行者、受者，请师傅开示如何理解这句话呢？求者、应者、行者、受者。求者是什么呢？就是你本人。你本人，菩萨的意思，观世音菩萨笑而不答。观世音菩萨想你怎么，他怎么回答呢？求者是什么意思呢？你为自己求叫自私。你为众生求，那就是菩萨。现在明白了吗？这是第一个字。应者是什么？应者，你答应人家去做这个事情了，你就是菩萨。你不答应人家去做这个事情了，你就是自私自利的人，对不对啊？围绕着一个私心和公心的问题，对不对啊？第三个叫什么？第三个行者啊，行者，你今天啊行菩萨道。行佛道，对不对啊？你比千言万语都重要，你要好好的去做，你就实实在在去行啊。最后一个字呢，受者，就是受者，受者，因为你行了你才会有感受，因为你去救人了你才会自己有觉悟，是这个概念。实际上这个就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求不如你应，自己就是菩萨，自己来感应，自己来答应，自己去救人。你自己去救人的当中，你还不如自己去做，不要求人家，要求自己去做。你自己行了之后，你自己就得到感悟了，得到觉悟，你就是受持者，就是受道的人，你受到佛光普照的人。这还不懂啊？循序渐进。啊，这种东西你们，师傅您解释我们就明白了。菩萨，哎呀，菩萨怎么跟你们讲啊？观世音菩萨的水平，这跟你们讲怎么讲法？所以要靠师父在当中白话佛法来转换呀。其实我就是个翻译机啦。您太厉害了，师傅。就是我问那个观世音菩萨说的，他不是请100以后每一场法会，师傅的法会都将请108尊佛，这个108尊佛是不是包括礼佛大忏悔文里的88尊佛呢？师傅，108尊佛不一定的，跟观世音菩萨有缘的，像西方极乐世界的啦，啊，像这个叫佛的世界里边呢，像灵山法会的主要的主持啦，他们都会来，比方说包括那个斗战胜佛啦、唐三藏啦，还像经常济公活佛啦，这些都是佛呀，啊，基本上就是经常助缘，包括现在的那个啊，我们的那个。那个经常念一念就灵的那个经叫准提菩萨，准提他也是菩萨，他也会来。对，现在连药师菩萨也会来，就是这样。哎呀，所以那个包括菩萨里边还包括我们的啊，那个这个我们的这个叫经常供的那个叫太岁菩萨也会来。太岁菩萨都会来。你像师傅。你像阿弥陀佛、太上老君啊，都来。你像哪吒、红孩儿这些也都来是吧？经常护法的都会来。就是非常殊胜的。所以这个你去看好了，凡是跟这个观世音菩萨比较有缘分的那些啊，这个你看看那个南海古婆啊。这个南海古婆，
啊，应该说磁场，磁场佛也会过来，嗯，像那个弥勒佛啊，都会过来。弥勒佛。师傅，你刚才说的那南海古国，他是不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之一啊？南海是啊，他有一个南，有一个古佛，就是最早的一个古佛。那么这个佛呢，他是最早最早佛的化身。这尊佛呢，就是给那个阿弥陀佛啊、释迦牟尼佛啊啊，比这个佛陀还要早的。啊，我讲的是这一尊佛，他非常非常的。啊，就是其实从开天辟地以来，就是说在不是在人间的，我指的是在天上的。哦，是燃灯古佛吗？师傅，不是这个是吧？燃灯古佛就是燃灯古佛。啊，燃灯古佛、啊、哦，明白。其实观世音菩萨是南海古佛，就是水洗的这个燃灯古佛。嗯嗯嗯，明白了吗？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我们以前叫地藏菩萨的，也叫地藏古佛，对，都是古佛。其实。加个古字就是很早很早以前最早最早的菩萨、哎、是这个概念、哎、明白了吗、哎、你比方说你比方说你说这个斗战胜佛后面有一个菩萨叫南无这个善游布佛嗯啊这尊佛也是跟那个斗战胜佛非常非常好的啊也是、哦、也是保啊也是保护我们的哦、像我们呢，像我们呢，经常会请啊，菩萨应该经常会请无垢佛、离垢佛都来帮助我们，因为我们在人间呢、啊，啊，经常太脏了，嗯、有污垢啊，所以你看南无无垢佛、离垢佛，他这个都是八十八佛里面的嘛。是是是，那师傅南无清净师傅，南无清净佛也是帮我们消业的，这样理解。其实呢，菩萨都消业，就是看菩萨。其实观世音菩萨的108尊不一定是每一次都一样的，他是大家换着来的、嗯，都可以来。但是每一次的名额是108尊佛、哦，但是不一定是一样的。你看，你看有一个佛叫南无龙尊王佛，对不对？龙尊王佛，这个龙尊王佛就是龙天护法呀。哦，是不是有一个统称啊？还是只是有一尊佛叫龙尊王佛？他就是这尊佛，实际上他就化出千万亿佛呀。所以佛你不能用狭隘的一个数字来看的呀。嗯嗯嗯，明白了吗？哦，师傅，您说的这个就类似于南无清净大海众菩萨，其实他很多。对，是这样。清净大海众菩萨实际上就是。无量无边的菩萨呀、啊嗯嗯嗯、明白了吧、嗯、明白那师父菩萨说的108尊佛72位菩萨从这个数字上来讲有什么说法吗108 72 108嘛是一个人的大愿的大愿力嗯嗯很多菩萨的愿力、嗯、108也是人间的一个烦恼数字呀因为有烦恼才会有愿力呀、啊、嗯嗯听得懂吗听得懂，听得懂。所以要学的呀。那个72是一个吉祥数呀。吉祥数。啊、哦，72位菩萨就是天界一般下来做一个大法会，他菩萨的数字有72为主，就是72尊菩萨为主啊。哦。啊，他都有道理的。哦你说你八这八尊佛为什么中国人喜欢八、啊、他不是说自己编出来的他有道理的他是传下来的我刚刚跟你讲了这里还有那龙种上尊王佛对不对啊龙种上尊王佛就是无量无边的护法呀龙天护法哎呦是这个概念所以你们要懂了 明白那师傅，观世音菩萨将108尊佛72位菩萨祝愿师傅的每一场法会，选择这个时间来告诉大家，有什么特殊含义吗？师傅，就叫大家多参加法会呀、啊，因为哦、每场法会都能得到加持呀、啊。这么多菩萨来加持你，你不来你自己活该了，啊，对不对、啊嗯？你傻了，你这菩萨加持你不来啊？其实菩萨告诉你，嗯、不是你师傅只是一个发起人，实际上都是发起这个人间的一个法会，其实呢都是由菩萨来加持的，其实就是菩萨这个意思，告诉大家就是这样呀、啊。嗯，
对不对？明白了。我经常跟大家讲了，我又没什么的，对不对呀？所以很多人不要把师父当成什么呀，我一点都没什么，跟你们一样一个学佛人，最主要我们大家都共沐佛光啊，啊，共沾法语啊，对不对呀？明白，师傅，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师傅，下一个问题啊，是观世音菩萨开示，虽然参加法会功德很大，但是在法会期间有业障也会报的厉害，菩萨来的越多，对大家的要求也会更加严格，请师傅给我们开示一下吧。这还不懂啊？那菩萨来的越多嘛，领导来的越多，是不是严规越严格了？是的。啊，你的工厂里有4000人，今天来领导来2位。最多嘛视察一下他的部门，今天领导来了28位，那每个部门他都严格了呀，对不对呀？你今天品德不好，专门有管品德的菩萨来管你，你今天人不干净邪淫，那么有管邪淫的菩萨来管你，对不对呀？对，那是不是随着我们去参加法会的次数越多，菩萨对我们的修心的境界要求也更高更严格？对呀，我昨天晚上还讲了，你天天跟观世音菩萨拜的时候，菩萨认识你的呀。所以当你很多人为什么拜菩萨拜了半天不灵了？为什么你一拜就灵了？你这个脸菩萨认识了呀，因为你经常拜的呀。你们经常看师父的话，我认识你了。我当然你要有时候求我什么事情，看个图人或者你说照片来了紧急事情了，我当然会给他看了。我这个脸都没看见过，你修什么心啊？对不对啊？那有些人师父不一定看见他，但是他在梦里我经常看见他的，法身看见的，那一样道理。最主要你就是要你要经常诚心诚意的做，那你才会灵呀，明白了吗？明白了。谢谢师傅开示。师傅啊，那观世音菩萨开示，请大家严守口业，法会期间的考验也非常多，有可能小到你们不以为意的情况都会是菩萨对你们的考验。是，请问师傅，法会期间的考验有哪些方面呢？请师傅开示。很多呀，你在那里做你在那里做护驾，对不对呀？你站在上面，你要是经常看哪个好看哪个难看，你一点功德都没有，白占了，对不对？第二，对，第二，你如果坐在下面听师父讲课，你这个女孩子一会儿看看那个护驾，一会儿眼睛转来转去，好了，心一动，你整个一天的功德都没了，白占了，白念了，对不对呀？都看得到的呀。然后你比方说啊，你今天跟两个人站在那里啊，做义工欢迎师父，师父没来的时候人家念经你不念经，你脑子想其他事情或者跟他边上聊天，好了，你功德又没了，就这样。你平时聊聊天不会没功德的呀，但是你在法会上这么一做，功德没了。那在法会上聊天有业障吗？师父当然看你聊什么了呀。你要是聊救人就没叫不叫聊天了，你除了救人你什么都不能讲的，你只要讲一句稍微黄色下流的意思没有讲出来，你也是罪业不浅呐、这个是罪当何、这个罪该当何罪啊，我告诉你这个罪业非常重的。你在法会上笑一个人家长得很胖的人，你就罪业深重了。哎呀，不能嘲笑别人啊！你开玩笑了，多少护法神啊！你要看见人家可怜，不能看见人家讨厌。明白了吗？那师傅，我突然想起，有些人他就是业障很重，他去了法会，他那脑子是杂念纷飞啊。那他不突然想到不好的东西，也不是他有意的，那他这样怎么去？我问你啊，一个小偷跑到马路上去。啊，因为偷习惯了，他不当心就偷了一下了，有罪不啦？有。谁叫你平时一天到晚偷东西的啦？你说这个自然出来的这个杂念，不就跟小偷不自然的偷东西不一个概念吗？那有什么好的办法吗？是否控制自己杂念纷飞？就是平时多练兵，战场少流血。
听得懂吗？听得懂，听得懂。师傅，那观世音菩萨说，在法会期间，你师傅开始前，请大家为自己念诵21遍心经，这算在功课以，这是算在功课以外的，让自己能静下心听师傅的，听进去师傅的开示，让这些开示字字真言会印入大家的80天。请师傅，他说菩萨说这个开示很重要，请师傅开示一下。对啊，我这开示嘛，实际上有些都不是我讲的呀，这是菩萨给我意念，让我写下来讲给你们听的呀。你想想看，就一个人哪有这么大的魅力啊，全是菩萨的佛光普照啊，对不对啊？现在新加坡的人都不够了，6-7万人，6万人都不止了，7万人了，8万人了，现在再弄下去，他们现在已经再弄下去要将近10万人了。你说弘法哪有这么多的人呢、啊？他是观世音菩萨的慈悲呀、啊，慈悲愿力所化呀、啊，所以这种法会嘛，你一听嘛就知道了，对不对啊？因为师父讲的每一句话看似简单，实际上它意义深寒，它就是教你做人、学佛、成佛的一个方法和基础呀，对不对呀、啊？这个概念。那明白，师傅呢？你像在家里听法会直播，在听开始前，为自己念诵21遍心经，也是不是更容易进入80天中啊？这个方法，在哪些情况下可以适用？适用平时听白话佛法和师傅法会开始的录音节目吗？师傅，对呀、啊，不停的加强呀、啊。所以师父跟你们讲的话，菩萨说都能进入你们的80天中了。所以为什么很多人不听师父话啦？不听师父话嘛，你自己吃苦头呀！你拜师干嘛啦？你磕头拜师，你不就是因为多能够听听师父的话吗？对对对，啊，是的。你拜了师都不学，好好学，不听师父话，那你拜什么师啊？你今天考到大学里，那你不好好读书，你考什么大学啊？你去打工去嘛就好了，对不对啊？对对对。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师傅，观世音菩萨开示，你台长师傅也是天天在和为师忏悔，他还认为自己做的不够啊。师傅您，是啊，在人间呢、啊、救人呢、啊、有时候啊、真的也是很辛苦啊。师傅呢、有时候也有点放不下，但是师傅的放不下就放不下你们呀、有时候想想众生这么苦怎么办呢？有时候在我身边那些孩子啊，有时候经常替他们背啊，他们做错事情师父原谅他们了、就跟菩萨说啊，我来承担好了，我就身体不好了、有时候看看这些孩子真可怜嘛、跟着师父修到今天嘛，就不舍得了，不舍得嘛就叫放不下呀。而且有时候想想看，人的感情多了一点了，那对他们的教育就比较松一点了，那其实我这个也要忏悔的呀、尤其是师父接触一边在教育人学成佛成菩萨、一边还要接触一些日常的这种应酬啊、交际啊、有时候难免也会有一些啊一点点嗔恨心啊，或者有一点点恨铁不成钢啊，这些你都要自己学会忏悔的呀。你以为师父啊什么都对的？我也要自己好好忏悔的呀，我所以经常跟你们说共勉，对不对呀？我到人间来哪有不受污染的？你开玩笑了，对不对呀？就是看你，只是师父是自己的境界跟你们是不一样的，我不会像你们染着这么深，对的，对不对呀？好了，很苦的，不容易的，开玩笑了。你想想看，白求恩医术这么高明，你看动手术把自己手指割破了不就死了吗？因为你在人间，你这个专家医生，你这么伟大的医生啊，因为他的环境不行呀，那个时候在战争年代呀、对不对啊？现在师父到人间来，人间多肮脏啊，环境不一样啊，跟在天上修不一样的概念呢、明白了吗？所以在环境受到点污染的情况下，必须要赶快消业，必须要赶快忏悔的呀，对不对呀？对对对，是的。
谢谢师父的慈悲开示。师父，观世音菩萨，但是观世音菩萨开示，有些佛友在佛台前哭，你师父也听见了，他希望大家不要难过。师父，是不是佛友们在佛台祈求？您都知道啊，师父。这要看的，想知道就知道，不想知道就不知道。啊，我都知道他们要求想去，啊，想去听佛佛言佛语，想去接触观世音菩萨的气场，就是要看自己本人的条件。因为有些人呢，上辈子不修，或者有些人已经被业障缠身了，你叫他突然之间啊，一下子想去看这么多的108尊佛，他有没有这个福气，这个都有讲究的，不是这么简单的。明白了吗？是的，是的。现在修这么多人跟师父修，对对，真正以后上去能有几个呢？都是个未知数啊！明白了吗？好了。哎，是啊。师父，观世音菩萨他最后说，为师只有一个要求，请大家多救人，以佛心去救人，是以因果教化教育，大家要多慈悲别人呀。很多人还活得很痛苦，请大家再耐心一些，慈悲一些，帮帮他们。菩萨特别提到了，请大家再耐心一些，慈悲一些，是不是说明我们在度人过程中，在耐心和慈悲方面还做得不够？完全正确。我们开始一下吧。完全正确。现在的人没耐心，连自己家里的亲人要度他，他都没耐心。我给他念了多少经啊？他怎么还不开悟啊？对不对啊？就是这样，他失败了。观世音菩萨叫跟大家讲，就叫大家救人呐、因为你再不救人的话，你自己成不了佛，别人也成不了菩萨呀，对不对啊？对，你不耐心，你没有耐心，没有忍辱的这种精进的心，你怎么能救人呢？你看师父有时候苦口婆心不停的讲，有时候大声的呵斥，如狮子吼一样，对不对啊？对，师父们就是狮子座，真的，师父是狮子座，谢谢师父，谢谢师父的慈悲开示。师父啊，哎呀，跟你一说，时间过得好快，我最后一个分享吧，作为结束，师父啊。您也多次当时不是很多同修不是在拜师的时候也看到了猪八戒菩萨吗？您也提到过猪八戒菩萨。猪八戒菩萨为心灵法门佛友做了一下慈悲开示，我分享一下。大家看过西游记的人们都知道我的形象，以为我是不应该成佛的人，贪相十足，其实则不然，我是在为众生表法相，表持戒律。一个人成佛最重要的就是戒定慧，戒律是一个佛子应该做到的基本，如果连基本的五戒都做不到的话，那根本不是一个学佛人。任何戒律都是帮助你修成的增上缘。佛祖曾讲以戒为师，诸位佛友你们也是一样，只有严持戒律才是一个标准的学佛人。一个学佛的人表面上看恭恭敬敬谦虚有加，实则背后呢自己乱告一些男女关系，以为别人知不到，学佛人是知不到，看你表面上文质彬彬，对你恭恭敬敬，实许你不知你内心的状态，这都不行的。我告诉你们，学佛就是要规规矩矩，不要被感情拴住，这样都是你最后不能成佛的一个根本点。没有任何一个人死后该你上天的，他不具备这个能力，所以要看淡感情。我严厉批评那些表面上学佛学得很好的人，背后在同修之间搞来搞去的人，你们听好了，不要拿找个同修双修为借口，那不是学佛人。学佛人要干干净净，学佛人要没有七情六欲。虽然这个要求对你们高了一点，但是这是未来想要修成正果的人的最高标准，不要在同修之间乱搞男女关系啊，假装学佛人。今天我给你讲讲佛法，明天我带你去放生，得了吧，睁开你们的眼睛吧。学佛人是这样吗？那么多的佛友为什么对你一个这么好？想想有目的没有？
有目的的人是不是贪，至于贪的是什么，是贪爱还是贪钱还是贪名利，都好好想一想，不要不醒悟啊，到时候被骗了还哭着给台长打电话，他咋那样，我对他那么好，那么实心实意的，可怜啊，到时候你们都傻眼了，台长一句话你们就醒悟了，这是你欠他的，所以感情的事情非常麻烦，不要给自己找麻烦，离那些专门对你非常好的异性同修远一点，今天你告诉他我想学佛了，我要静静的修行，不要被感情耍的出来进去的，伤心又伤肺，这样你觉得能处理吗？希望你们看破感情，都是大家前世的缘分，不要再续全缘，没有意思的。今天你已婚了，他未婚，你都不要跟他近，知道吗？两个人在一起，早点晚点会出事情，因为大家没有到菩萨的境界，所以有的时候还要精神上的支柱。希望大家看破看开，今天想好了要修成正果，一定紧紧的跟随师父，你们的师父是今生带你们回家的人，谢谢大家。师父我分享完了。你没感觉你的声音变掉了？我看你讲的话真的跟猪八戒声音很像。哦，你那个，我刚刚看见朱无能他给你加持了，这个菩萨。哦，感恩啊！你看你刚刚讲出来的话，声音，这个语气啊，跟猪八戒像的不得了。哦，我笑死了！我看他在后面一直在笑，他一边听你在讲，他给你加持，一直在吹气给你。哦，感恩猪八戒菩萨。他挺好玩的，猪八戒他非常非常可爱的，他真的很好玩的。他其实比那个《西游记》里演的那个演员还要可爱很多。哦，啊、太好了，很可爱，法喜充满。师傅，我快问几个问题。师傅，猪八戒菩萨说他在《西游记》的形象是在为众生表法相、表持戒力。请问师傅，想成为菩萨、成佛的人，在人间情关最难过，色界最难守，请师傅开示一下这个问题吧。远离呀、啊，远离色界。嗯。啊，自己知道为什么我叫为什么出家的法师他们要远离呢？就不要再去接触了，因为男男女女这些不能接触了，明白了吗？因为当你剃度之后，他就没有什么这个众生相会显化啊，所以他就看都是一样的了。啊，因为在众生当中，你今天做的这个头发啦，你今天眼睛画的那个样子啦。会产生爱意的，明白了吗？因为人被五情六欲所染嘛，所以这个就是说要斩断情缘啊。有些人的缘分已经来了，斩也斩不断了，只能先随缘，以后有机会啊，自己能解脱嘛再说，对不对啊？所以有时候并不是说情缘这个东西是人的一生的缠绕者，你如果今天啊，舍不去，你就永远斩不断情丝的。所以有时候，人要开悟的人，必须要有一些付出的，明白了吗？嗯，明白了。那师傅，猪八戒说他是在为众生表法相、表持戒力。请问师傅，我们在修行中应该怎样增加自己的持戒力呢？师傅，持戒力嘛，就是他就显给你们看呀，他自己好像把持不住，对不对啊？他把持不住，你们看电影的人，你们看到他这个样子，你们急不急呀、啊？对不对呀、啊？对，就是很着急呀、啊。实际上就是你们一种心呀，就是没有持戒力，要戒要持的呀。有戒不持，你就等于没戒律呀、啊，明白了吗？哦，明白了。那师父，猪八戒菩萨说，学佛人要干干净净，要没有七情六欲。虽然这个要求对你们。虽然这个要求对你们要求高了一点，但是这是未来想要修成正果人的最高标准，请师父开示一下这句话。对呀、啊，最高标准，七情六欲都要抛开呀、啊。连师父现在有时候对这些孩子啊，对这些老人家，有时候还是放不下。有的时候看看很多年纪大的很多孩子啊，他们跟着师父修了这么多年了。啊，毕竟师父还是很舍不得他们的，
对不对啊？实际上你舍不得，你就帮他们背了呀，对不对啊？所以有时候七情六欲都要舍去，只能留一个佛情。七情六欲是人间的啊，人间的七情六欲必须要舍去，只能留一个佛情，那是天上的，明白了吗？明白了，明白了。那师父，猪八戒菩萨说，学佛就是要规规矩矩，不要被感情拴住，这样都是你最后不能成佛的一个根本点。就不要被感情拴住，请师父开始。你说说看，你有感情，你走得掉不啦？嗯，你说你死的时候，这个舍不得，那个舍不得的话，你能上天不啦？你无债一身轻啊！你走的时候，你要到天上，菩萨来接你。你把人间的全部抛开了，菩萨很轻的把你带上去。你身上这么重，菩萨都带不上你去啊！因为带到一半，那些人全部要掉下来的。而且你带到一半，你自己被这些情所困，你自己也上不去了，明白了吗？明白了，明白了。师父，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说，那我们男女同修在修行中碰到很多前世的缘分，面对这些异性缘分，是怎么样比较圆融的去处理呢？师父，把他当佛友呀，不要把他当亲人呢，也不要把他当成好像你的情缘呢，就是把他当一般的佛友，看一看好了，就不要再去看了。要学会自己一二三，就是眼睛看，如果碰到了看一看，笑一笑，克制自己不要去看就可以了。一二三就是一二三，我头要回过来，不要再去看了，对不对啊？明白了，啊，明白了。你要那是我猪八戒说，大家都没有到菩萨的境界，所以有时候还要精神上的支柱。那是否这种精神上的支柱是？精神上支柱嘛，就是我们说的呀。还没到菩萨界，就说明你精神上缺少支柱。那么精神上缺少支柱呢，要以德为师啊，对不对呀？你要看师父了呀。很多人呢就是这样的呀。很多孩子感情上放不下怎么办呢？哎，他对师父特别好，对不对呀？他其实对这个师父好，因为师父是大爱嘛。我是没有私欲的爱。所以他们对师父特别好，他们等于把自己一种私人的爱转移到一种无私的大爱。就像师父啊，如果我没有私人的爱，我就把他这个转成对观世音菩萨的爱。我只要一听这个观世音菩萨的歌，我就会掉眼泪。我只要一看见观世音菩萨的脸，我就会很感动。就是我的人的精神的力量就在这里。很多人嘛，没有这么大的境界，先以师为榜样吧，对不对啊？以自己的师父、老师为榜样，他也会从老师这里得到无比的那种啊，这个能量体的。所以过去我们说雷锋，他也不是菩萨，但是我们一想到雷锋精神，我们是不是人就拼命的做善事了？一样道理啊。对不对呀？对，明白了，明白了。师父，今天感恩您的慈悲开示，今天的问题问到这。师父，祝下周您悉尼法会顺利圆满，救度更多的有缘众生。师父，再见，师父。再见，再见。再见。好，听众朋友们，那么上半时节目就到这儿结束，我们继续我们的下半时。那么上半时会在今天晚上。